爸。嗯，小薇，你来了。啊，先喝点汤。哦，不着急。哎，小薇，你带钱了没有？钱啊？你要干嘛呀？哎呀，你看你妈走的时候什么也没给我留，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。哦，对了，我不跟你说啊，我这电池没有了，我买电池的钱都是找病友借的。你要多少钱啊？你有多少？尝一尝，西湖龙井，香着呢。哎呀，你这个龙井有53度吧？哎去！我这是办的怎么样？还行吗？我必须给你点个赞。谢谢张老师，很好。你可真会鼓励人。我不光是鼓励你啊。我的员工我也经常鼓励，我的孩子我也经常鼓励。哎，你没发现我那两个孩子都很优秀吗？可不嘛，你那孩子啊，一看就是社会成功人士，一个个走起路来，嘿呦，杨师傅挺行的。哎，对了，张老师，我怎么没见你也来过？他，那个，哎，你怎么不喝呀？来喝酒，喝酒啊！喝喝喝！扯远了。